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决战吧反射神经，反射神经。我反射弧有点长。我什么中二的名字？我大脑中书不可用。出那啥，什么出那啥？什么意思？黑背漂二十倍。哎，这是什么？哦，对，先出一个。黑背黑背漂二十倍。好的。黑心背背漂二十倍。好，换位置，来 A 组 B 组，给你们自己对起一个队名吧。好。安分守己。我们叫安分守己但伤心欲绝的人。伤心欲绝。一个梦飞出了天窗。好了，那你们就是安分守己队哈。我们的好队和那个安分守己，我是安分守己的份。三二一，守己的不，守己的不。他拿走。哎，是张贵人喊的好激烈呀、啊！守己的不，我妈呀！怎么回事啊？对吧？对吧？你的不不哎呀啊对不起我懂了，来我们好好玩。你的不不不啦啦啦啦啦啦啦小边盆，什么？小边盆，技术犯规。谁说不？不。又想。拿错了要扣分了，下次。谁说不？不。又拿走了。哎，我懂了，对，二比一，不、哦，我的妈，打到我，不，打不到，打不到的，不，哦，不，不，不，
打不到哎。我一让他打我就赢了，好恐怖啊！啊哦！你们的份回来了，太赢了，金钱的味道。我去吧，下一个。二零刀不，二零刀不，你去。对，我们先试一下哈，是一条剪刀不？没有。一条剪刀不？哎呀，这次还怪谦让的。哎呀，太吓人了，一点都不激动啊，像我妈。没事，真的会。真的会有条件反射输啊，输多了之后拿个盆就先往自己头上扛。张贵人，你不要太过分好吗？那刚刚那局为什么你都没有说这句？你欺负我！老师拿错要扣分噻，拿错扣分。你这个人真是、他们组一点都不安分守己，很欺负我们。我们好好好好很守己。好好好好，是刀剑刀斧。嗯，我输了。哈哈，别把扣分往自己头上。他又扣分了哟，第二次。扣分，负一分，那就是负一比零了，可以扣到负数吗？不是，就给别人加一分就好了呀，你们再怎么好，1-0。啊！你赢了，你赢了，你该打他。他出的布吗？他是剪刀，你是石头。你的分儿扣完了，你两分，2-0。真的搞笑啊！不对吧？他赢了，我吹。他不是剪刀吗？你是木啊？嗯。啊？还是继续吧，继续吧。玩这么久游戏没玩明白。哇！啊！自创汉族打字乐了，摇一摇，把老矿里面的水摇出来。石头剪刀布。不是我剪你，你们说清楚一点。刀。啊！对。你们怎么？都是王杰啊！王杰。哎。刀。不。马上开始跳公主舞，太有意思了。不，你们出了吗？手剪，哇，你出的什么呀？哇哦，好新颖的游戏方式，大脑延迟。我的妈呀！我都看不懂了。我也看不懂了。我们家傻孩子被坑蒙拐骗了。老师在迷惑行为。哎呀！潇洒不是摆烂，是我自信的状态。你要去吗？想去吗？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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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吗？不是，咱们继续。开始不？石头剪刀布，来，失败。哎，好，你去。你们下一个选项啊。哦，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太吓人了，吓人了。啊，我不明白。来，家好，拿钱。谢谢。试一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队友告上。哦，队友告上。石头剪刀布。哦，
这就是左前吗？来吧，开始吧。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哇，白剪刀布。哇，白剪刀布。我的妈呀！我们这局哦，不是，左前怎么什么都那么牛啊？哇哦，好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不不不不哇哎呀怎么都那么厉害，我感觉我就是打的是绝对效果。小姐呢不哇哇哇不不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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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哇不哇哇不哇哇小剪刀，我把我搞错呀！小剪刀，不！啊！哇！谢你，来，石头剪刀，石头剪刀，不！不！不对，剪刀不，剪刀不！啊！没事，剪刀，剪刀不！不！剪刀不，剪刀不，剪刀不！剪刀不，剪刀不，剪刀不。剪刀布，剪刀布，剪刀布。哇！好好玩这游戏，哎、真的每回有他都会赢。对呀、啊。啊！每次输了。我被打懵了。五块钱。我给躺了，抱歉。好好玩这游戏，真的好玩。子谦，你果然有实力。哦、要试吗、嗯、你要试吗要试你要试吗脑子不大好使我赢了嗯这有点傻第二你们俩在认真玩我们好像没有一个赢我在沉默这样赢老师差不多就要开始了哟好我们开始我们正式来来石头剪刀布哎不是两个都拿错了你们两个好有默契对不起哎哎哎有一种在抢饭碗的感觉抢饭碗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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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呦！哎，那你这在干嘛？呀！哈哈！哇呼！抢饭，真抢饭碗！石甲布，石甲布，石甲布，石头剪刀布，剪刀布。这么大我呗给你按按摩水饺布哎呀大家盆儿的几比几了几比几了水饺布哎呀放水这个绝对放水水饺布啊水饺布对决哇水饺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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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用机长来水饺布是好笑我耳朵甩飞了不是等一下我们要安分守己一点不能太激动了哇打到了这伤了没有烂吧没了伤了不赢了再见你有点牛啊我们三个我怎么算是牛的哥哥不是你打了这么久他走到你面前
好意思、啊、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游戏呢就到这里了。看来跟游戏玩得好的人在一组就是你。怎么全部都是，因为我们是好好好好，我们也有，怎么了？我们也有。老师，但是这个呢，这个的分配呢？哎，马上说啊！如果说啊，遇到了座位有争议的情况啊，谁屁股占得多，谁运营。也可以啊，你们自己私下商量一下，是比拼柔韧呢，还是猜拳决定，都可以啊。身体是屁股大，热难以。然后最后一个凳子的那位练习生呢，会获得3张5金。哇、哦，第二个呢？没有。啊？就只有第一个有。可以把钱分享吗？你们怎么分配我们不管，明白了吗？这就叫不成功变成功。同时呢，获胜的那位练习生会获得下一个比赛的一定的特权。哇、VIP 哦，下游戏用那个哑了的那只鸡就没有声音了。下一局获一个小袋名牌。小袋吗？一共进行两轮游戏啊，围成一个圈准备开始吧。加油各位。毒呀，秘密跑快一点，祖先。哇！妈呀！啊！喂！你走吧，你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啊！干嘛？哎，快来呀！喂 ！Oh my god！ 你干嘛？不是刚刚体内一次吗？刚刚那是高潮进高潮。是高潮吗？哦，哈哈。我说哦，没关系，这里有我的座位。哈哈，要不再给你一次机会吧。来来来，哦，什么？复活吧，我的敌人。挨着左前站很危险，为什么？因为它太长了。你们别在一个组啊，我们岔开站。Oh my god！ 心跳的节奏，走啊，走，好强。屁股最大的第一个就淘汰了，屁股大，你什么样式？好的，来拿掉两个椅子，两个，下来吧，淘汰两个。我们来吧。刚才是杨家豪站在了主机位正对的那个位置上，所以下一轮呢，由你来领舞，所有人的动作都要和他去学他，明白了吗？不，这个。这样的杨家豪，我们跳那个滑步，可以，跳那个滑步，可以。哎，没事，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你想做啥做啥。可以走路吗？不可以。哦。只要他的动作，他动作。对，都在，根本拦不住，天不见努力跟着我入。啊，果然是我们两个。沙僧，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他们就剩一个。我们运气好好呀，今天。拿掉一个椅子，来，桂圆，你来领舞。中途可以换动作的。Oh my god！ 是大夫，好晕呐、Oh my god！ 再见，再好。你中途可以换动作的，领舞的朋友，你可以倒着走啊，做俯卧撑走啊。来，左前你来领舞。好的，我会尽量带的。可以做波比跳走对吧？可以，可以，非常好。左前，左前。没有。哎呀，哎呀，好累啊！啊。哇，我也喜欢看这个哆啦 A 梦，哆啦 A 梦的。啊，好久没碰他。啊，我又赢了，我要单挑你们两个。嘎桑可以，嘎桑，我正式宣布，我马上就可以走了。对，我嘎桑可以，嘎桑，我已经很欣慰了。来，王俊先，你来领舞啊。快点，我们走，快点跑。
我们两个分，一直跑吧，一直跑吧。好，好的，来准备。哇，我会玩，我是植物大战僵尸老粉。哈哈哈哈。I don't be succumbing。哇，这边好燃啊！我的妈。来，一人一半，一人一半 ，OK， 一人一半，我们三个，一人一半，我们平分，一人一点五。你们三个什么鬼？打假赛是不是？穷赛？我们那么多裁判组，你当着我的面打假赛？你再设计比赛，给你扣完啊！我跟你说。好，这一个队的。好，认真来。好，认真来，不要前滚翻。好，我们后滚翻。试一试。完，老师开始搜音乐了，绝对很炸裂。那老师搜适合后滚翻的音乐。话说了，尖锐暴露。蹲下！哇！哇！耶！我们不等待。哇！来领奖，他得，哇，你得赚多少钱？我的妈，他四斤了。哦，这首歌。又是第一个，必须要重演的。哦呀，那是啥啊？那个，怎么跳啊？我不会跳。这个拔着肩膀，拔着肩膀。我不是吧？又是我吗？是石头剪刀布吗？自行决定。石头剪刀布还是？这样，你坐这儿，真的假的？你坐这儿。打假赛是不是？回来。我们主打一个友谊。你们猜拳吧。对的。不，你们俩不是一组的吗？对啊。好吧，拜拜。可是下一个就是我了。俊明，你来领舞。爱你。哦，这个。哦，想起来了。你现在陪我的吗？消极比赛，消极比赛。啊，这是不是消极比赛？这不是消极比赛，全票同意啊，四票全部啊。怎么处理呢？直接判定。他头都没回，直接走了，不用看回放，我们看得清。没关系，会好的，加油，你加油。罚多少张啊？他们一张都没有。我们又输一个了。他们只一张都没有。写千票。算了，怪可怜的。不扣。口头警告一次啊！您开始了吗 ？Sticky, sticky, sticky. My name is Cha Cha. Clap, clap, cha cha cha. Jiggy, jiggy, jiggy. Clap, clap, cha cha cha. 哟，没有吧？你按暂停了吗？你按了。哎，等一下，你按了。这个复制粘贴吧。哎，跟上把一样哎，又是你。再见。你是演员吧？演员，真演员，我的妈！演员，快学张伟元，那么快学张伟元。哎，我没摸到，完了，别跳了，怎么走？说话的方式是简单。情绪心声远你化身的演员越设计那些情节结果重现又是他们两个我们两个花钱了吧怎么回事啊我们裁判组是放音乐的老师是背过身放的啊不知道你们场上情况的啊很公平足够公平哇！雪莉想纯爱登场，你是纯爱吗？我要开始配音了。哎，小兰，别走啊！啊！我是傻哥。雪莉，雪莉，
就是喜欢你呀。来，我们一起唱。Somebody。好好好好组，要不先让他们拍吧。谁去？安分守己先来。安分守己，我们安分守己，我们很安分守己的，还是你们先来吧。每轮都是我们。我们一起站起来。3 2 1上。上啊！上啊！你们的人。完了呀！来，哈哈哈哈组合，哈哈哈哈组合，我们是行行，我们是行行行。老师，这就有点不公德哈，加起来了。来，好好好组合，我们的安分守己组运动员请入场。3 2 1比赛开始。张国元，你在哪儿？王浩，你在哪儿？我不知道在这儿。哇哇哇哇！来了。王浩是我，哪来的声音啊？王浩是我，回来回来。哎，这王立新怎么在这儿呀？是谁？哦。左前在背后。哎，呦呦呦呦呦。哟！哎，我的娘！哇，好大的嘶吼音！我的妈呀！哇，好厉害！尖锐爆裂声！你是张桂元吗？这什么东西？谁的床啊？撕呀嘛，你过来来撕呀嘛。怎么这样？哎呀，笑死了。快撕起来你们。这是谁的名牌？王浩，你也没啊？王浩，我们俩没了，你别死我了！来，我们比赛继续。啊，这个他萌音好帅啊！你们两个绕场一周呢？绕场一周，表示尊敬。你见鬼了吗，桂圆？ I'm stronger。一步之遥啊，一步之遥。呼！哎，来了。你可以往前进攻他呀，大哥。我想夹。你们俩在？你们俩在打台前道吗？一直绕圈。那我该怎么办呀？
直走，举手，对对对，直走，直走，然后转弯 ，OK， 直走，再转弯，转弯，转弯，好，直走，哎呀哎呀，直走，直走，加油加油，只要把你。你加油，不是我就碰不到他，为什么呀？你爬起来再走啊，他也是活的呀，他也是活的呀。危险危险，这危险危险，加油加油加油！啊，我听到声音了，我听到声音了。好嗨呀，大哥！我走紫牙板。你为什么要走在紫牙板上？你的右边。工作单位。啊，知道知道知道。对，知道你大点。对，来了来了来了。伸手。哎哎，哇！下来了吧？他怎么知道我在哪？小姑姑，作为一个天生有木感的重庆人，呱呱呱！我又调戏我！哎呀，你像那个受惊的鹿一样。对，往前走。掌柜，听我的，接往前走。对对对，好。直走，好。安全第一呀，安全！我的妈呀！列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哇！等一下，等一下啊！先拍关站一下，先拍关站一下。不好意思啊，为了生存，迫不得已。你们，等一下有没有人来？我的妈呀！都准备出场外边呀！你们俩快回来，出歪了。你们回来，别动。要看有指压吗？指压吗？哦。你输了，张博远。厉害。有的也有。回家吧，孩子。回家，孩子。你没事吧？有实力，孩子回家了。走吧，孩子。孩子回家。孩子，快回家吧，外面的社会太险恶了。孩子，你的名牌，袁贵章。袁贵章。好，来，请运动员入场。哎，他们入了吗？是谁？谁呀、啊？你可以叫我陈俊明。是你，王定西。嗯？谁呀、啊？我、啊。来，各就各位，三二一，开始。哇哇哇！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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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街啦！出街啦！哎，陈金明。哎。我先别往我先别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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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倒，你输谁呀？我拉倒，我李亚晨呐。谁？对不起啊！对不起。好、啊，我你是小杰。哎，来他了呀！哈！哇！哇！输掉一个。啊！哇！哇！谁呀、啊？赢一个。好，你先。陈明的名牌，还有谁？李嘉森，李嘉森吧。好的，好的。再做一个，再做转，再做转。行。他现在在跑步，在你后面，在你后面。走，直走，走。哎呀，好的，好的。Hello。干嘛呀？他们干嘛呀？哇！
赢的。冲！接下，直接往前冲。旁边，不要往里面。先生。他第二轮还丢钱啊！哇！No！冲迟早了，我的足好痛。你在哪儿？他就在你后面。前面，他走到你前面。完美成功。跑吧，李嘉森，往前走吧。他来了。嘿！哇！你那个金圈。Come here we get some 就这样 Just come 这两个哇 OK 哇Let's go 对我们分给他们吧我们四人一人一人小俊明这已经是我们能给就是我们维持我们生活的唯一金钱了靠一双巧手养活全家人好的来现在呢先询问一下大家你们没有分给自己的小伙伴之前的五金的张数是多少张四张一张他应该有六张吧对三张我最多我赢了两张你没有他们俩都没有好的现在呢有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啊就是我们的一v一撕名牌挑对手是吧陈俊明俊明桂圆呢单手和你撕哎老师陈俊明玩的他还可以带来吗可以那就没问题撕不过你那个我们俩友谊来我真的撕不过你不啊好吧被选上了我单手轻点哈轻点哈你可以撕那里轻点他两只手这样一抱我只有一只手我就撕不过他了没关系迷惑就会张嘛哎你这个声音太明显了我这样太有实力了谢谢各位好一队员入场看我吧自己吧自己有没有人说好像那个村口的信号员哎呦喂！哇！这里扫，这里扫，这里。这是我衣服，等一下，对不起，让我扫。你放开！哎呦，行不行？哎，抓到了！我抓住呢，完了。等一下，你哎，你快了，我已经先扯到我冰箱了。快死！我已经别叫。哇！
这是鳄鱼的死亡翻滚吗？好，哟，哇！哦好，完了，完蛋了！哇！这都可以啊！哇！是不是啊？哇！一人拿手撕，看谁先撕下谁就赢。李佳三，对不起。我来帮你调整。好的，来，请运动员入场。从一号，江贤。倒计时三分钟啊，开始。明亮直接开始干吧。哇哦，好犀利！这是三十。太、啊、什么？他在讲强了。抓不到他在讲什么语音，不要露出你的小蛮腰哦。等一下，等一下，他身体不要让我跟你说趁火打劫。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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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钱掉了。你们最好在二十六期后就死完了。拿着钱，拿着钱，拿着钱。打死你，好吧。你妈好笑，可以的，你已经很厉害。三二一，开始。上，直接上，直接上，直接上。首先他来了，把鸡丢了，把鸡丢了。我今天是鸡。妈呀！脏！妈呀！哇！哎！左前先那个的，哎，我这个后面看到的。左前还先知道。啊，真的吗？对，我看回放。之后，杨家豪对陈俊明。好，接着好。陈俊明，你不要说，你说。大哥和跟二哥，你的差不多。五十步打百步。哇哦！你不要过来。直接来呀，直接来呀！有点面前，我哇，这没有希望，这没有希望，把鸡扔了呀！我身上有鸡啊！他来了，他来了！你的脸是吧？他的在外头。慢点！慢一点。鸡呢？等一下，慢点，慢点，慢点！鸡鸡，啊！喂。人嘞，小心！这个，哎呀，开始，巴巴的雷达，巴巴的雷达，还有一分半呢，两位兄弟，哎呦，结束了，这个，你随便选一个。徐明，今晚被我演上。来了，就四十秒了，加油！二号就四十秒，我们用二。对。两张了，我们都赢了一次。我有七张，2张，我就2张，还有一个。来，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大家每个人有多少钱，多少五金？本来有5张，然后现在分享了一下，还是4张。然后呢，本来有2张，被人分享了1张，所以现在有3张。谁分享的？张桂元。给他们呢，还有4张。3张。最开始的时候。只有1张，然后谢谢。1张，就是一开始被他带飞，赢了2张，然后
看到没有，给了嘉诚一张，嘉涵瑞给了我一张，自己赢了一张。哦，对，我自己赢了一张，现在有两张。我最开始也就是王浩给了我一张，然后呢我自己又赢了一张，然后呢王景熙又给了我一张，所以有三张。拜拜。上班了上班了，又是开心的上班了。今天一上班，待会儿噜噜又要走，我真的挺无语的，舍不得舍不得。哎呀，反正头发一剪了，就是我感觉显得有点短，上班吧。还有来上班了，今天也是最后的一天了，因为我今天上完课，我就要回成都了，然后今天这节课我要好好努力的上，就这样，拜拜。又来上班了。然后呢，今天刚好呢是节体能课，对，体能课。然后今天有点小小的咳嗽了，但没事，坚持住，我坚持住。然后呢，你呢？可以说体能课。对，然后今天上完之后，然后下午就要回成都了，就。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又来上班了。然后呢，就是一周很快就过去了，然后我现在，然后我昨天我剪了头发，对，就是我后面头发都没了，现在头发很多。Hello， 然后可以看到有嘉豪也剪头发，然后呢，我现在头发很短，所以我需要戴个帽子，然后现在我们就去上班。今天上午又是节体能课，是吗？对，是的，对。原来如此，厉害。然后呢，就是希望今天能赢。是的。啊？然后你说话呀。我说呀。说呀，你两个。然后博文和王乐姐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对，是的。然后呢，下完课我就走了。上你只上一节课？上两节课。今天能走？至于吗？三点。哦，再见。再见。
我的爱。Oh!
因为那个地方是支点了，是不是？嗯，好。然后抬的时候，抬出弯儿，对，后面的放松只是扶到起。对，然后回到原位了，抬和打一步。对，起一下然后打下去，对头。啊，这就期中考还加体考，跟那个王国军心答案一模一样啊。真的忙。我今天才来学校。太忙了。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走，我们要开坛了啊，没时间了。不，那个不敢让，怎么唱？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他对我来说太高了。还要拐几个弯才慢点。遇见。哦，这潘岩加吗？加，你觉得加好你好控制的还是不加？你不加，你不加，你不加。真的。
作呀。你在干嘛？干作。我说我好作呀。我有这些要求吗？哎，我跟你说，考核那天你要没有这么多范儿的话，你看我怎么弄你。我巴不得你这么唱歌，我巴不得。你不就那天紧的是哪一样？你在舞台上的歌唱的时候，你的肢体的表现其实是不加分的，你懂吗？对，所以先至少把这个减分项先去了，然后如果挥手也好，然后弯腰也好，都可以，这些东西只要就变成一个加分项，懂我意思吗？它应该变成你的情绪的一个表达的加分项。OK， 怎么动你随便，但是我觉得如果一边唱一边这样的晃，其实是减分项。是要尝一下大师的作品啊！一口吃掉它，好吃吗？我不想吃豆角。我再给你做一个吗？好好吃，好好吃。接下来要给我自己做一份吗？我自己将吃的是这豆角有一股蔬菜的味道。接下来一个我自己吃的就是手握，然后呢，这份将采用的是鳕鱼肠，不，嘴很鳕鱼肠，是它用嘴叼下来的。这个呢是深海里的鳕鱼，然后鳕鱼配上我们的豆子鸭，会有不一样的口感。这道菜叫做什么呢？叫深海里的爱。就是豆芽，就是鳕鱼肠发霉了，长草了。然后你要吃吗？啊，你要吃啊？啊，我吃。完了，手不掉。没关系的。吃什么？大家尝一下。你是三岁婴儿吗？嗯，好吃。哎呀，我天哪！因为你有这么多火腿肠，我就三根。哎，给你吃呢，火腿肠。啊，我有，我在下面。给你吃。啊。哎，够了够了。快吃。干嘛？偷窥。我枪里有子弹，我。OK， 该给自己厨师做吃了。你们是想吃手柄？手柄，感觉还
还不错的样子。可以吃的，他长得挺像那个寿司的，虽然不是寿司。就是可以吃的。可以吃的，我说。可以吃。明星。买个保险。没毒的，可以吃的。对。啊好吃对不对？好吃是不是？不理解不理解，这是本地的一种特色，你们谁还想要吗？你把这个先收拾一下，放在盘子。你准备好了吗？大家美人鱼。你准备好了吗？这边随时可以准备为你进餐。请问你进餐的方式想要厨师喂自己吃还是拉着做饭？我可以先不吃吗？这个叫做。你先吃吧。好，不行太大了。我们啊，夹拌夹拌夹拌。好，还没做。先生，你需要我们最新式的一个计时方式吗？好。先生只需要张开你的嘴巴，闭上你的眼睛，准备定时就 OK 了。先生准备好了吗？先生。张开嘴巴了吗？小玫瑰来了，先生。嗯，终于回来啦！你们那王母鸡，哦，好羡慕，终于回来了。其实我刚刚一走出来，我就看到我的包，感觉形状不太对，然后呢？我就预感到我太幸运了，你真的是给我个惊喜啊！这个算是迟来的生日礼物吗？哇哦！Oh my god！ 你觉得这是谁送给你的？陈俊明吧。笑死我了，想得出来。你好疼！他开了，他开了。这次去上海比赛拿到奖项有什么想法？我们乒乓球队总共分男女，然后男的跟男的打，女的跟女的打。但是我们男的分两组，是比较大的一些人，就他们就是高中，然后我和还有两个人比我小的，我们都是初中生，然后我们跟那种17、18岁的打，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难。但是不过也没事，拿了第三名，很不错，我觉得。下学期有什么计划吗？就是我下学期开始篮球、羽毛球，还有排球队开始了，要开始了。你报了什么俱乐部？就篮球、羽毛球和排球。你三个都报了？都报了。那你这体力、体能跟得上吗？我现在最近在练体能，但是我觉得应该能跟上。
那学习方面有什么要加强的吗？我觉得我的西班牙语虽然发音不太好，但是还是搜索嘛 OK 但是我还要加强一下西班牙语，但是我会努力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上海比赛周六，然后我们就是分两组，我们打一个我们一个 team 两个 team，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team 是三个人，然后要打一个双人的比赛，然后再三个单人的，然后就是我们来到第三名了。84, 86, 87,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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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